今天邀请的是台湾医院心脏内科主任林伟文林主任，主任，董豪哥好，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。哦，这是我又一次找林主任来哈，主要是因为上次实在是聊太快了，很多事情没有聊完。还有一个是那个我有一个坏习惯，就是会抽烟。嗯，然后抽烟对血管不好嘛，对，所以今天我们要讲是心那个血管钙化。我自己讲的也自己有点。好，我现在觉得心压力有点大。好，所以血管钙化是因为我们老了老化吗？还是对？因为我刚刚特别提到的话，就是说我们心脏其实有两套系统，一个就是神经线，一个就是血管，就是水管。嗯，因为我们心脏一直在收缩，它肌肉需要源源不绝的血液供应，所以这个管路就很重要，就是我们讲心脏的血管，所以简称心血管。所以呢，我们常在谈心血管疾病，都在讲说心脏的外面的这一层血管叫冠状动脉，这个血管，那个血管基本上它会在出生的时候，它是很非常漂亮、嫩 Q 的，好，就是非常通畅，大家可以看到。可是久而久之，可能很多的后天的一些因素，好，或者是不良的生活习惯，像抽烟、过度的酗酒、生活压力大、过劳，那你可能之后有可能肥胖，然后不运动，然后就开始代谢症候群，然后就产生三高：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、糖尿病。嗯，久而久之，这些对血管都是伤害。慢慢的，你会看到这个血管就像水管用久了，里面会藏污纳垢，黄黄的这一圈，血管就开始硬化，然后开始慢慢的狭窄。嗯，那狭窄之后，血管本来是很 new Q 的，它是一个可以扩张的，它就慢慢不太能扩张，就硬硬的。那血流就慢慢的，因为它狭窄，慢慢受到影响。那血管它硬化之后，就慢慢的造成一个不可逆的血管的狭窄，不可逆。不可逆，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想说加速的老化，叫早衰，血管早衰的一个过程。所以你可能你也听到很多健检单位帮你检查血管，说：“哎，你现在50岁，可能你血管像70岁一样。”就是这个原因，就你的血管已经开始硬化到70岁了，代表说什么？你将来心血管、脑血管疾病的几率大幅的提升。那另外的可能要当心的就是它的意外事件也会发生。我们讲心脑血管的意外事件，就是脑中风跟心肌梗塞。但是它不可逆，它是不可逆的。所以其实保养血管要一开始就要做起来，你不要等到它硬掉的时候才想说要保护血管。当然，如果有一些人都已经有心血管、脑血管疾病的话，都塞住了，还是做心导管，那怎么办？它已经不可逆了，我就放弃了？也不是。我们这时候医师说帮你治疗好之后，他会跟你讲说，真正。重要的才是从后面这样子才开始，就是说你开始要做更积极的血管保养，就是说你可能要控制好你的三高、你的疾病，好，那另外的饮食跟运动一定要听医师的话，要做到位，不要让它恶化。所以一开始是避免硬化，当你进到所谓的血管硬化已经不可逆的时候，是要避免恶化。好，那对年轻的人来讲，要避免那个硬化，他要做什么？避免硬化，基本上刚提到的，什么原因造成血管的硬化？那基本上可能就是年纪啊，但年纪我们不能改变，我们只能越来越老。所以当你越来越老，你的血管就会越来越硬，这是不变的生存，自然的法则。那年龄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它变老，那你可能就是有一些不可控的因子，就是年龄刚提到的，不然就是性别，男生就比较容易硬。男生硬并不行。不是所有硬都是好事就对了，血管硬就不是好事。那另外的话就是，另外就是这个家族史，如果你家族有所谓血管疾病，很容易钙化，血管容易心血管疾病、脑中风一大堆，你要注意你的硬化的几率会高，你的血管周状硬化几率会高，你会得到血管疾病几率也高。所以基本上其实这三点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控制，没有办法自己变衰老，哦，这是会一直越来越老，这年龄没有办法控制。那另外就是这个家族史，你不能选择你的家的。另外一个就是你不能选择你的性别，你本身男生就比女生高，那这个不可控之外，另外就是我们能做就是可控制的因子，包括了生活压力形态的改变，例如你平常压力就很大，就是尽量避免压力，避免过劳、作息颠倒等等，这个很重要。还有情绪的波动，这个一定要控制好。另外的话就是像是一些不良生活习惯，像是过度喝酒、抽烟，因为抽烟这是最常见的，就一定要戒烟，然后戒酒。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控制好三高，如果你本身已经有三高的病史了，你一定要好好控制你这个三高的数值，血压、血脂、血糖一定要控制在
医师认为是标准的一个状态，就是不能是红字就对了，尽量啦，尽量不要是红字、嗯、那真的真的有一些像血脂现在又不太一样的标准，虽然在健康人他的标准是130，可能坏的胆固醇，可能你有血管疾病，可能要控制在70，所以其实60分及格，但是你可能一定要考到90分才可以，所以有些人他的标准是不太一样的，虽然你120你就不是红字，但是我们可能希望你可以控制在70坏的胆固醇、嗯、那这时候呢，那就是要这个标准要提高很多，所以不一定是红字都没有红字、啊、没有红字是最基本的，但是要看你身体的状况、嗯、那这标准可能要提高。可是坏的胆固醇我不是可以吃那个吃药解决吗？对啊，坏的胆固醇其实可以用药物，很多现在很好的药物，像是一些降胆固醇的药物，但是有一些药物，有一些是新的制剂啊，有些可以打针的、嗯、那个效果更好。现在一直在研发新的药物，但是其实与其靠药，不如靠你自己本身的饮食、运动控制，哈、哦，这样子会来的会比较好。因为大家也不是那么喜欢吃药，但是如果你有需要，还是需要使用。对，因为那个吃药从以前是早上一颗，后来变成早晚各一颗，可是运动的帮助真的有那么大吗？是。运动其实说实在会有一些帮助，但是它不是最主要的，但是它一定要做到的。我们常常在讲说生活形态的改变或者是饮食运动的控制，当然在某一些比较轻症或甚至健康的人它是一个主流，但是如果你已经得病了，你已经有心肌梗塞过后了，这个变成是必须的，但是它不会是最主要的治疗，需要靠运动，以运动来治疗，这只是你一定要做到的，最主要还是要根据你的身体的状况给予药物或是必要的介入治疗，像是通放支架、通血管等等，这个该做的还是要做。但是变成做完之后，你要怎么去保养这个血管，避免它血管硬化？可能就是控制好三高之后，除了给你吃药，你乖乖吃药之外，另外你的饮食跟运动要积极，要更积极的控制，要达到医师要求的标准。对，主任，刚才讲到支架，好像支架很厉害，什么事情都可以，血管这种堵塞的都可以解决。基本上支架也不是万能的、啊、嘿，支架真的不是万能的。不是，现在不是装支架很快，动不动一下子。支架最怕什么？最怕弯跟硬。弯跟硬。对，就男生也最怕、啊、没有、啊嗯，其实不用担心，就是硬。其实这个支架的话，基本上它就是一个金属的材质。那它其实支架已经做到非常好了，现在的支架都已经做到第四代、第五代，都是很厉害的。就像现在 iPhone 到14哦，都那功能超齐全的，做、嗯、很人性化可以使用。支架其实也是，就是科技会日新月异，那医疗科技也是，所以现在的奇怪的支架，它的支架虽然是金属，但是它可以很柔软，嫩 Q 可以过那个血管，因为血管不会是一直线，它会弯弯曲曲的。那你支架如果是远端的狭窄，它是要过那个弯，所以那支架可以像蛇一样这样弄进去、嗯。但是它毕竟是金属，嗯，对。如果它做的很柔软的话，但是有一些血管如果它很硬的话，它就可能撑开的力道就不够，因为它的金属大家都做的很薄。嗯，很薄的时候你需要比较大的力量去支撑，当你的血管硬化得很厉害或甚至钙化的时候，你这个反而你支架你放进去它撑不太开、欸、那硬化到钙化是这是两个不一样的状况、欸、硬化跟钙化不太一样，因为硬化一开始血管会先硬化，所以大家会先听到所谓的舟状硬化、嗯、硬化之后然后就产生钙化，因为钙化之后那个地方硬化之后會有一些钙离子会沉积，就会变成石化，我刚才讲是石化，是真的会很像到石化，石化就是钙化、嗯，是真的会很像石头那样吗？对，硬邦邦的，点扣扣啊，对，那点扣扣不是好事、嗯，真的，因为它塞住的话，你要通，你要叫血管医师来帮你做介入治疗，去通或放支架，很困难。尤其我们在做支架的时候，通过那个硬化，那个大家就是几条瓜，到多少瓜，碎条瓜这样子，因为 就放不进去啊，就撑不进去。其实这个其实会增加风险。可是我们一般台湾人这个比如男生来讲哈，已经到钙化的这种比例高吗？钙化比例，如果你是有一些特殊的疾病，本身你有一些很血管的疾病，年纪也比较偏大，有三高病，尤其糖尿病，或者是一个胆固醇跟高血压不控制的，或者是老烟枪这种、嗯、都会比较容易硬，或者是洗肾的患者，洗肾患者，因为洗肾它的钙磷比有些时候失调，它会加速钙化，或是有一些本身有一些疾病的副甲状腺疾病等等，这些容易钙化，器官容易钙化，所以一旦钙化，我们就哇糟糕，因为其实病人预后不好之外，另外的话就是不好处理，嗯、
因为你放支架，你想你要放那个支架过弯还要过硬，那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风险，因为对病人来说一个很大的风险，可是你又不能不痛，他已经塞住了，嗯，所以有时候会撑不太开，这时候怎么办？有些时候支架处理不了，有时候用雷射，或者是用所谓的全膜，就是用钻的哦，那个其实风险又更高了，用钻石刀去钻，去把它切开，等于是把它切开打通就对。对，我们有一种叫做旋膜术，就是说它前面是类似像工业用钻石那一种，因为我们都说钻石最硬的，但是你要跟比它更硬才有办法把它切开，把它弄开，所以你就把它钻开，但是那个风险就高了，对，那种容易把血管弄破，所以那其实风险就很高，所以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最好不要钙化，不要硬化，不要石化，这样子如果就算你有塞住，那我们血管医师去通那血管，风险也比较低，也比较好通。对，会就是年龄会大，越大年龄会大。对，大概几岁？我很少看到很年轻的四五岁，因为我们在讲说血管从正常的血管到硬化到钙化，它都是一段冗长的时间的过程，它不会马上就钙化。嗯，哦。不是看到就石化，不会，它就是需要慢慢慢慢日积月的一个过程，通常就一拉的时间都很长，大概最少都是五年以上开始起跳，五年、十年、十五年，甚至二三十年以上。所以你在想说，其实年纪大的几率会比较高。嗯，哦，年纪大概就是刚刚公好像有特别问几岁，我大概抓在75岁以上会比较常见。那我如果现在开始戒烟到75岁，这样十几二十年时间还有机会。我不能跟你讲没有机会，你就不会想戒烟，所以一定还是有机会。其实说实在，还是真的有啦，有机会。对，你早一点戒烟，其实就多争取一点时间是 OK 的，早一点把这个病理的一个过程把它结束掉，不要让它一直石化下去，血管越来越硬，我就直接在这里就卡掉。顶多它可能不一定能恢复，但是至少它不会恶化。所以我刚开始讲，你开始血管是健康的，你要避免硬化。那如果真的硬化了，已经有钙化了，就避免恶化。所以这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可是不是有很多药物吗？不能解决或者舒缓它？其实它药物就我刚刚提到的，你要先找出硬化跟钙化的原因是什么。刚刚特别提到一些生活上的压力啊，或者你这要调整之外，或饮食运动控制，三高的话，的确现在有很多药物。但你说直接让它不会变硬的药物是没有，对，没有。所以你要去除会让你硬化钙化的因子，好，让它不要再硬化，甚至不要再恶化。你这个因子把它去除了。你不用吃什么药，其实它就会减缓这个恶化的过程。对，还有一个大家习惯性的偏方，喝红酒，说会对心血管比较好。对，这是对，其实这个很奇特啦。哦，其实有这样的研究，过往我们都怀疑说会不会是酒商去做的这个研究了。对，对，其实还是有科学根据。我们讲的是某一些族群，如果你今天是健康人，你是要预防心血管疾病。你想要喝一点红酒 ，OK， 因为现在的确喝适量的红酒会提升好的胆固醇，然后让这个血脂代谢很好，就是它可以让好的胆固醇提高，坏的胆固醇自然代谢就会比较多，那调理了血脂，那血管疾病有下降一点点。但是其实酒里面不会只有红酒，也不会红酒多酚这个东西，它可能有酒精。那酒精的话，如果你过量的话，它对心脏是一个毒药。可是因为红酒大概一般都是10到13之间嘛，大部分、大概都是，对，我看到大概是十三左右。这种像他们这种酒精含量，这个算酒精越高呢，含量越高的话，代表说因为酒精直接会伤害心脏跟血管，所以你含量越高，直接伤害。那酒精它有可能。最近的研究也有可能会造成心律不整啊，或心脏衰竭恶化等等。那如果你酒精如果摄取太多不节制的话，就会直接对心脏的肌肉直接产生毒性。毒性？对，所以我们有一种病叫扩张性心肌病变，心脏肌肉产生病变。因为病人喝酒，去长期喝酒造成的。所以这个其实在临床上还蛮常见，大家只会知道喝酒会伤肝，其实也会伤心。好，那其实他喝到一定程度会肝硬化，肝癌就产生。那对心脏就直接心脏肌肉毒性，产生心脏肌肉的病变，而产生扩张性心肌病变，然后导致所谓的心脏衰竭。所以其实心脏，如果承受不了你每天这样喝酒，大量的饮酒，到最后你心脏都一定会出现问题。这种事情已经是酗酒了嘛？酒精中毒已经是酒精中毒酗酒的一个状态。我们在临床也会看到这样的病人。那其实平常有每天都有小酌一番，其实
可以，如果你在医师的评估下，你说啊，可能喝一点点红酒一小杯，我觉得可以了。那如果你真的有一些心律不整或者心脏衰竭，我觉得连一杯都不要。对，一杯我觉得对你没有好处。那如果没有到那种程度，因为现在很多人就习惯，比如夏天他每天都要喝一瓶啤酒。对，不要说红酒了，就因为天气热。对，我觉得当然最好啦，最好当然也有其他饮料可以替代啊，因为饮料不会只有啤酒啊。那有些人就希望有那种味道，有些无酒精的啤酒哦，但也不算啤酒啦。有的人就觉得说想喝那个味道，你可以选用无酒精的啊。如果你真的想要喝有一点那个啤酒味道，当然如果你自己的量大概一罐一天一罐是 OK 的，但是我还是强调是在健康心脏血管都没有负担的病的这些民众身上。好，当然如果你有这样的习惯，当然还是可以的啦。以后连喝啤酒都问医生到底 O 不 OK， 因为有的人可能他本身来看我就是心脏有问题，有高血压、三高的病史。当然我就是说能不喝是最好的啦。那如果一定要喝，当然我就是还是要节制这样子。哦，还好疫情期间没有去 KTV， 如果你到 KTV 里面。以前 KTV 烟酒是不分家的，那不是更可怕？是。好，我们今天谢谢林主任跟我们分享。啊、我现在要面对一个 很大的困扰，就是我那个坏习惯呢，会让我觉得心情放松，可是呢，对我的血管、对很多东西又很不好，就开始陷入到焦虑与压力。我要回去好好的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。主任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东豪哥。